上车。首长。列兵上车。准备两束呢，准备充分吗？这是送给别人的。你行啊。我听人说送花是代表道歉的意思。我们去体育大学。来这儿干嘛？唐助教，今天有课。加课。你欠人家钱啊？没有啊。你怎么可能啊？那你怕什么？我对象在体育大学。可以啊，还找了个大学生呢。下车。首长，首长，首长，换衣服。首长，何必呢？你不是能打吗？我今天就要见识见识，你到底有多能打。没这个必要啊。有这个。首长，你太没礼貌了。你脱了我的衣服，还跟我讲礼貌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礼貌。首长。
您这可都是杀人招式，不是格斗招式了，不太好吧？哎，首长，我再说一次啊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演习就是战争，我是别无选择。少跟我废话，别跟我提战争。我战斗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擦鼻涕呢。首长，咱一码归一码，不带生气的。